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 Benelec， 这只是一个仙股 Benny Stock， 而且呢已经是正在处于下跌趋势，星期五的时候上涨了差不多5%，准备要去挑战这个200天均线，我个人认为呢它应该不会成功，因为这边有这个套牢盘，有这个筹码峰的灰色线，应该过不到，应该会回调，但是如果它真的是有机会站上去这条灰色线，也就是 0.105， 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，无论如何，这个是一个炒作股，我是不建议去交易的。我是不建议去交易任何少过2毛钱的股，风险太大了。就算有机会突破这个 0.105， 它肯定也是会回来的，也是肯定会跌回来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是说，尽量的不要去炒作这些仙股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